饭叫你做海鲜喽！爆头小包子，哎呀，小面包蟹，哎呀，进去吧。他说他想跑，教练老兄，多加一点，别小气巴拉的，放一点点，知道吧？醋你可以多放一点，知道吧？做海鲜你没点醋能行吗？因为你不放盐，咱们就放点酱油，哎，然后炒特，拌它，加点水，哎。看看水别放太多，水一放多它就没那种什么，就像水煮一样，多放点老抽颜色还好看。关键是什么？对，爆头，哇，还热气腾腾的小爆头，对不对？我一打它还吐沫。哎呦，还有干米啊，哇，这粒粒的真大，是不是？哦哟，黑米一样。这个帽不想让你看，黑不溜秋的，是不是？好看啊，还算够。哎呀，小鲍鱼，你看这里面这一个不吃就吃这块肉，看到吧？哎呀，这鲍鱼这个营养很丰富，高营养，鱼翅、燕窝、鲍鱼，对不对？嫩滑爽。这个不要，这个不吃。再来个香螺，发胖了。肥不肥？哇塞！把这个拿掉。来嘴给去掉，哇，看到吧，哇，太棒了。这边是黄壳，不能丢。哎呀，大咸的。哎呦，那这个肉，香哎，喜欢吃吧？兄弟给一个。哎呀，面包蟹，他们说头开的好吃，疼，我就拿这个开它就不好吃了吗？对不对？哎呀，再拍它，对不对？你想要拿头拍的话，得多疼啊！可疼可疼的了，让我怎么形容它的这种美呢？爽歪歪那种，你要喜欢吃面包蟹，你又给我来个双击，行不行？给你来一口，你要说我是不是小气？双击给。来吧，小伙伴们，都说这个蓝环章鱼有剧毒啊！有的老铁说，只要我敢放在手上拍摄，就领着全班的老铁给我双击。为了双击，我也是拼了，反正他也不敢咬我啊！这玩意儿，反正，那个老铁双击了吗？我被咬了一下。